之化，成头月，追月，次马天际运。10月16日晚8点57分，月满 99.7%， 在本次轨道中月球最接近地球的时刻，射月于我家后院。在10月17日早7点26分，达到100%满月，也是月的最大照明度，距离地球仅约22.256万英里，约357,365公里，这也是今年最接近地球的一次超级月亮。这个满月被称为猎人月，猎人月的名称源于古时的狩猎习俗，在九月收获季节后，月升在日落时，月落时又逢旭升，月照时间长，且月大更明，有利于猎人发现猎物。10月17日是农历十五，但十五月夜晚月亮是 99.6% 满圆。10月18日早，16的月亮依旧有 98.4% 圆满。追月之于填词一阙成头月，荧光走兽明如昼，胜券心中有，古往今来，诗风乍起，几度秋波骤，彗星圆月休圆构，事业同来就，欲问先贤，清泉石上，曾遇奇观否。